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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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那么缺德呀，乱扔橡胶皮。文主昌，你早。你干什么？那两只猪。哦，想买猪是吧？大家是同行，算便宜点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两只猪是我自己养的。你的？你有什么记号啊？记号是没有，不过每条猪长得不都一样。哦，猪每头长得都是一样的，那你叫我一声啊。温朱昌。温朱昌，叫爸爸。为什么？嘿嘿，你看看我有胡子，是你说的猪长得都一样吗？那么有胡子的不就是你爸爸了？我宁愿不要那两条猪。给人家耍了也不出声，那不是跟自个儿的钱包过不去吗？叫声爸爸就有两头猪，挺好赚的。哎，文竹昌啊，是不是叫你一声爸爸就可以拿两头猪啊？哎，是啊。哦，那你听着啊，爸爸，乖。爸爸。啊，爸爸，就这么拿，我也叫你爸爸好了。哎，慢着慢着，你可不能乱叫啊，我可没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。都是你这死鬼，臭小子。林世荣，你胆子不小，我高霸天的女儿也敢打主意。她是你女儿？杀人就要偿命。来世，来世，别过来，谁过来谁遭殃。哼，妈的，谁的？快，好，啊你，好，别过来，放手。我要是放了他，你们会不会放过我？走。不用追了，到宝芝林去要人。噔噔噔，呛！